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晚安！我是阿泰，欢迎收看《世界什么态度》。说到电影啊，不管是在制作或产出上，还是看电影的人数哦，过去大概100年来，我们脑中第一个会浮现的国家，通常是美国。但现在有美国学者说，预估明年中国的电影市场会超越美国。意思就是在中国上映的电影票房会越来越多。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啊，2018年有什么数字？2018年中国的总票房营收就高达99亿美金呢，99亿美金比北美2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少一点点，118亿美金，118亿跟99亿美金。 这两个比起来，专家说哦，这两个虽然相距还很少，但是到了2020年，中国的数字会比北美这2个国家，美国跟加拿大加起来的数字还要多，而且到了2023年，中国的票房会到155亿美金呢。为什么？原因除了人口优势以外，还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口越来越多以外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国产的电影拍的。 怎么样？越来越吸引人。问题来了，中国国片拍得好，跟整个国家的票房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就在于中国的票房来源在哪里？大部分是来自中国自己做的电影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票房前5名有哪几个电影啊？《战狼2》、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、《流浪地球》、《复仇者联盟4》跟《红海行动》，依此顺序啊，这个顺序是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。 给你们猜猜，有哪几部电影是中国做的电影啊？给你3秒钟，1、2、3，就这4个答案，这4个《战狼2》、《哪吒》、《流浪地球》跟《红海行动》这4个电影是中国制的，等于前5名只有1个是美国做的电影哎，而且票房呢，这大概是8亿多、7亿多、6.5亿。 都是美金哦，6.5亿美金、6亿美金跟5亿多美金，这总共加起来只有1个是美国做的电影，而且放大这个排行榜来看啊，中国前50名的票房高的电影啊，中国片也将近有8成，占了80%，可以看出中国市场越来越大，国产片也越来越好啊，供需两面都有了。好莱坞，美国的好莱坞未来的角色在哪里？值得大家一块来关注。 逼真场景刺激剧情，这部片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？都是战狼，终生是战狼。中国2017年推出的动作大片《战狼2》，制作预算不到3000万美金，却是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一部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战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。 《战狼2》在中国票房高达8.1亿美元，打趴各大好莱坞大片，至今是全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。如果你问我，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？不认命，就是哪吒。至于中国的动画大作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，以7.1亿美金排在中国票房榜第2。至于第3则是末日情节电影《流浪地球》。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。 军事法庭的，你疯了吗？不靠美国大片，前3名通通都是国产电影，却已经让全中国的电影总票房屡屡飙出新高。根据统计，就在2018年第1季，中国票房收益已经首度超越美国。I'm looking for my son。我叫李山。You lost your son? Yes。你找不到儿子了？是啊。 关注中文配音的精准度，可以看出好莱坞片商近几年已经不敢轻忽中国市场带来的收益。尤其2018一整年，中国票房收益高达99亿美元，仅落后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的118亿美金。刚刚过去的2018年啊，中国电影行业收获不小，票房总收入呢达到了609亿。 保持多年的持续增长态势，屏幕数达到了60079块，位居全球第1。那观影人数呢？我们看达到了17.2亿人次，位列第1。从数字上来看，中国电影市场前景几乎一片光明。根据外媒分析，2020年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。到了2023年，票房收益还会成长到155亿美金。但专家认为，美国大片需要绷紧神经。 You know your teams, you know your missions. No mistakes. 目前中国票房最好的前50电影，好莱坞片只占了将近20%。学者指出，许多美国卖座大片，大约70%票房来自海外，而中国却又占了海外大部分的票房。我平时看一些大片儿，比如这种科幻类的，或者一些国外电影，肯定还是想去电影院看。我比较喜欢看港片，他比较喜欢看。 就是像之前的那个《我不是药神》，觉得就挺好的。然后最近可能上了一些欧美大片嘛，《蜘蛛侠》呀、《海王》什么的，过来看看。随着中国越来越多人走进影厅看电影，中国电影产业也越来越蓬勃。虽然在技术上或许还差好莱坞一大截，但确实已经让美国电影产业开始冒出冷汗。三立新闻陈德报道。